这位同学是讲广东话，所以帮他翻译一下。他这位是他的女儿，他女儿从2005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得了精神病，他曾经去过基督教的教堂，后来就精神有问题，然后现在不能上班，已经有5、6个月没有吃药，想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他是几几年的？他是82年属狗的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灵性非常的厉害，非常之厉害，灵性很厉害。他这个灵性到现在还在折磨他。到而家佢身上嘅灵性都一直喺我折磨紧佢。他这个灵性有半边脸，就是像他现在半边脸一样。佢身上嘅灵性，佢有一半，佢块面一半同你度个位而家嘅样一样。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现在这个灵性是他前世杀掉过的一个人。现在的灵性是他前世杀过的人，没错，是一个老年人。一个老人家的人，那应该念多少张小方子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老年人折磨他的方法是卡他的脖子，拉他的头发。去接呢、这个灵性折磨你个女嘅方法就系咁样，学系拉个头发。所以他经常会说喉咙不舒服，还有头皮发胀、头发痒，你问问他。所以你个女应该经常喉咙舒服同埋头唔舒服，一日翻头，他经常拉自己头发。看见吗？经常睡觉的时候拉自己的头发，不是他在拉，是那个灵性在拉他的头发。你们大家听得懂吗？他现在大家今天都看见了，一定要相信，不要不相信了，不相信的人很可怜了。他现在晚上不能睡觉。对了，这个老年人就是晚上来，白天不来。对不对啊？对对。我现在像他这种病，而且他不大会讲话，不大能表达，我现在可以叫他讲话，我可以跟他马上讲，但是呢，要他的妈妈现在先答应台长要肯念经，如果不念经，我现在不救他，如果他肯念经，我现在就可以救他。台长话，如果你答应的话，台长话，如果你答应念经的话，你愿意念经的话，佢而家可以，你可以讲讲嘢。你知唔知啊？他答应了。我告诉你，首先，这个女孩子现在先要忏悔，他现在呢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那是前世造的因。这辈子呢，他要给他念1200张小房子给他。那么，如果这个灵性，现在我跟他灵性在讲，如果这个灵性他同意的话，叫他鼓鼓的双手鼓鼓掌。你现在答应不答应啊？哎，你答应。不是他，我跟他讲话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朱嘉文。啊，你朱嘉文。朱嘉文。啊，朱嘉玲。你听台长讲啊。朱嘉文。朱嘉文，你听台长讲。1200张小房子，你喜欢不喜欢？这个朱嘉文，朱嘉文，你说台长帮你，你要不要啊？不要。
你1200张小房子还不够，你愿意不愿意再加一点呢？1300张行不行啊？好不好？灵性实际上不但弄他，还弄他全家人，不但他的儿子，连他的老公现在都神经兮兮的。他老公已经过世了。过世了是吧？那过世之前你问他是不是脑子经常有点神经兮兮？我是之前是不是精神有都有问题？我跟他还跟我老公经常吵架，然后拿刀。看见了吗？经常吵架杀了他，他的儿子差点杀了他，他女儿还差点掐死他。你知道他女儿杀死的那个人跟他前世都有冤结的。前世你个人杀咗嗰个人，你都同你有冤结的。你知唔知啊？咁大声声啊！你现在告诉他，只要他的儿子肯念小房子的话，照样一样救。救这种精神病，哎呀，台长讲起来真是小菜一碟，非常容易的。那他儿子需要多少张？他的儿子比他问题严重，是啊，要念1800张。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杀了很多的，我看会跳的东西。我不知道，他杀了很多会跳的东西，不知道是虾还是青蛙呀，还是什么东西，是会跳的，要么就螃蟹。年轻的时候，杀只壁虎，杀很多，哎。看见了吗？壁虎就跳了。看见了吗？好了，当你找到毛病了，一家都出毛病。我现在警告你，你如果这次碰不到排长，你不知道念经，你很快就会有劫，最后就生下儿子女儿，然后两个精神病。我告诉你，一家全部没有。你现在好好念经，你一辈子就是念经，你才能救助他们两个。等他们两个病好了之后，你以后才能救助你的老公，明白了吧？雷子，你为我广东啊，我是广东啊。